3月16日，唐艺昕在社交平台上承认怀孕喜讯，配文：感谢大家的关心，确实是有好消息了。疫情期间也希望大家不要放松警惕，注意防护。恭喜小范大人即将升级做奶爸。据悉，唐艺昕与张若昀相恋8年，一直非常恩爱，属于娱乐圈的模范情侣。2019年6月底，两人在爱尔兰举行婚礼，婚后两人一直十分低调，曾多次被爆出疑似怀孕的消息，看来大家对于两人非常关心呀。终于在2020年3月16日上午，唐艺昕再次被拍到小腹隆起，疑似怀孕。最后在16日下午1点半左右，唐艺昕本人在社交平台正式官宣怀孕，同时不忘提醒大家注意防护。随后张若昀也转发表示感谢关心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小宝宝的到来吧。